教育，而且他们的身教让我们的幼儿呢能够在学校所结合起来的就是基本的一个知识。那再来第二个重要的就是我们另外一个教育，就是家庭教育。在这里我要感谢所有的家长，因为你们的跟学校的合作配合，把学校教育还有我们的家庭教育二教配合起来，然后在短短的时间内让我们基础教育达到一个百分百的成功。所以在这边我要感谢，谢谢各位家长您的支持配合我们的学校的规定，感谢你们，我爱你们，谢谢。专业啊，大家期不期待啊？而且小朋友非常值得学校安全骄傲的老师他们都在带的，也是爸爸妈妈们非常骄傲放心的高兴的这一刻。啊，当初怎么老师在问的时候，你是什么想法，让小孩子有什么感受吗？我是想说给小朋友的体验，我们也要放手的让他们去飞，很难得的一个经验，所以我想迈向人生中的另外一个旅程。妈妈，你骗到我！他们将会呢，就是走到更宽广的一个天空。所有的老师们、园长们、同仁、红阿姨们，我们都带着满满的祝福来祝福我们的宝贝，祝福他们在人生的第一个旅程中。好，我们的小宝贝们，昨天也没有在学校留宿睡觉，开心吗？好不好玩？你有没有想爸爸妈妈？有没有哭？爸爸妈妈从今天开始哄亲，放生的你们太厉害，跟自己掌声鼓励一下。哇，表示你们长大了，可以毕业了哦，可以毕业了。好了，真的。